喂，田哥，那个我想去一下火车站，你能送我一下吗？你要是送我的话，我就让你亲我一下。来，田哥，喝点水。哎，好，谢谢。那个，你这是几点的火车呀？啊，赶趟晚上的。那我来早了。那个，你这是出差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过年回家看我爹妈。啊，回家呀？哎，那你每年过年回家的时候，你爹妈催你结婚不？催，我爹每年回家都催我结婚，都烦死了。那既然你爹妈催你结婚，那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我当你爹。我不会不听的。怎么个当法？你骗人！原来你是想当我干爹。咱俩不是挺好吗？好什么呀？这样的关系多让人笑话呀！如果你是真喜欢我的话，你根本就不用这样。其实我也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爱情是不受年龄限制的，如果你真喜欢我的话，你可以光明正大的追我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。那我怎么说你才能做我女朋友啊？我对我男朋友就几个要求，每个月给我几万块钱零花钱，买个房，买辆车，想我的时候可以随时来找我，我绝对不打扰你正常的生活。那不还是你干爹吗？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